哦，反正这几天停车不用钱。都不用，先免费给你试看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么好。对，顺便打广告。嘿呀，这样省广告费。好啊。这个有177个位置的威海营区停车场，在市港双方的合力推动下，紧急在清明连假当天起开放试营运，连续四天停车不用钱，市民都说好棒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地的记者，你们知道今天停车不用钱吗？知道。你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昨天在 FB 上有看到。有看到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次好像是他们市政府紧急开放这个停车场，啊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对 啊，你们是在地还是外地的？我们是在地的。哦，那知道这个地方本来是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忘记营区，营区对，是营区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觉得营区变停车场，把它赶快变方便，给它活化利用一下，是不错，对啊。啊，不然以前这边要找车位好不好找？不太好停。这两天都不用钱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门口有写啊。哦，真的哦。是啊，因为市政府因为连假怕大家没有地方可以停啊，然后就紧急开放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就看到写这样子啊。OK， 对。很方便。对啊。这边开辟成停车场。对啊。我觉得很方便啊。它以前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以前是军营。哦。威海营区。那边有写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变停车场会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基隆在地的记者。哦，我觉得很棒啊。很棒嘛，哈。对。对不对，哈？哦，第一次停哦，哇，这么厉害！他刚好哎，他刚好才开放而已，他紧急开放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哦，是哦，对啊。哦，你们是外地来的？我没有，我们是这边的人，但不是住市区啊。哦，那以前这里是威海营区啊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对啊，那我说这边变成停车场，那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不错啊。方便的，对。那这边基隆停车场就是都会客满。对啊，就到处什么东岸啊、新的都是常客嘛。对啊，所以他这几天因为连假的关系啊，紧急开放，你们觉得对你们很方便？有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就不用再浪费时间找车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一条蛮难停车的，真的蛮难停车的。我也找很久。这一条蛮难停车。嗯，市区啦。对啦。对。这个威海营区停车场的开辟，对假日期间市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有相当的帮助，同时也让市民感受到市府的效率很好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